Hello， 我是邓以欣，我毕业于就是文化大学的心辅系。那在就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就是考上教程，然后修了2年的课之后去实习。那到现在就是毕业3年半，然后在今年考上正式的专辅老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文化大学给我的帮助是，我觉得就是在考教检前，然后老师有帮我们准备复习的课程，然后有冲刺班，然后重点整理。那这对于就是教检的帮助蛮大的，那我也顺利在就是一实习完，然后马上就考过了教检，那就是进入就是代理。那在大学的就是修教程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就是师培的教授就是人也很好，那时候他找我当助教，那所以在就是帮他做就是投影片的过程当中，然后也去就是顺便复习了教检会考的就是所有的课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文化师培就是师资老师们都蛮好的，然后也蛮会教的，然后在心辅系就是也奠定蛮多就是辅导专业的基础。会想说就是考公务员就是1%/2%，就是几率这么低，怎么可能是我？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与其花时间去怀疑自己，那真的就是需要花时间好好读书啦。那我觉得心态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克服的方法。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是你自己去问自己说，我有没有准备好，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想要做什么，跟为什么我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走在教育的这条路上，常常会反思去问自己说，到底为什么我要成为老师，那你的初衷是什么。那我觉得那个使命感不会因为你今天是代理或是正式而有所不同，就是你对学生的热情，或者是你想要就是走这条路的决心，走在这条路上，准备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当然读书是一定要的，因为有些人会就是去代理，然后一边准备考试，那大家会觉得没有时间，可是我觉得没有时间就是当然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可是不论如何你一定要挤出时间读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我自己的话就是周间，因为我还有就是在职进修，所以还有研究所的课，但就变成说就是周间要自己抓一些零碎时间，像是通勤的时间啊，然后或者是下班之后，然后到硕班上课之前，就是那段时间要抓时间读书，还有周末。那每个人有自己的时间安排。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要看见自己的亮点，因为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或者是你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比别人厉害的地方，那就很难让你在考试当中脱颖而出。所以应该要问问自己，就是你的亮点是什么，那什么会让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亮点是什么。就是我在刚进心辅系那时候的系主任，就是何英琪主任就跟我们说，就是我们系上有教育学程可以修，那以后可以当就是辅导老师，而且未来有开大缺的机会。那那个时候觉得听起来很诱人，那所以就是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就选择考教程，但那一年没有上，因为名额真的太少了，一年就一两个而已。那所以我在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才考上，就是教程，然后开始修。那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刚进来然后不太确定可以做什么的时候，大一有生涯规划，那时候老师会跟我们说心辅系有哪些出路，就是有些可能是当辅导员啊，然后自杀防治啊，然后之类的，就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尝试。但为什么要选老师这条路，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原因。那当然可能薪水稳定是一个，那你喜不喜欢就是学校的生态，喜不喜欢青少年，这可能都会影响我要不要投入这个工作。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教甄是很漫长的路，就是包括我们都不是一毕业就马上考上，就是也是有经过几年代理的时间，然后就是才考上的。那变成说就是这几年你怎么准备自己，包括就是经验的累积，那就是你走过的每一步都不会是白费的，就是它会是你成长的养分，然后你也可以不断去精进自己。不是因为就是工作保障你不被淘汰，而是你有了这些能力，所以就是你有这些专业可以就是一直在往前走，那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带着你的专业然后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觉得就是当然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我觉得如果现在那个困境里比较多是耗竭自己的情绪，那我会比较是解决问题的导向，就是说那今天
面对这个困难，那问题的症结点是什么，那我可以怎么做，或是在我有限的资源里我可以去寻找哪些资源。比如说校甄最困难的部分应该是笔试吧，因为笔试没有过的话后面就不用讲试教跟面试了，那笔试就是大家很多都会死在沙滩上。那笔试我也准备蛮久的，就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也会有很多的挫折，但透过不断的练习，而且我觉得别人给你的回馈很重要，就是我会把我写的像申论题我会拿去给就是一些同侪啊或是比较像前辈们看，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回馈，那我也觉得透过他们的回馈我可以修正自己。那还有就是选择题的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要大量的刷题目读书，那个就是可能只能靠读书会或是靠自己读。对，但我觉得如果你懂得运用资源，然后可以知道哪些资源可以运用的话，也许会走得快一点点。